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在倾向于在于后者，也就是说在第二局之后，两队的先发投手慢慢找到一些很好的进垒点。右外野方向，这个球在界内 fair ball， 现在滚到了全垒打墙旁边呐、啊，垒包上面，现在打击的陈彦峰绕过二垒要上三垒喽 ，safe， 也拉一支三垒安打，哇，今天第八棒的陈彦峰啊，第二次的打击敲出了一支直攻三垒的三垒安打，站上垒包，现在是在得分的大门口喽。这样的一个三垒安打，真的会让人家觉得好像还蛮血脉分散的。打出去的时候，这个球当然第一落点就很好，再让陈彦峰的一个跑垒也够积极。张镇伟在处理这个外野的一个滚地球，其实也没有浪费什么时间呐、啊。只能说，陈彦峰的在这次打击里面不止打得好，而且他跑垒的一个态度也真的是非常的认真呢、啊。